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一款负离子的毛刷啊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外包装，英文包装啊、打开里面，这款负离子呢，我们有两个，一个是负离子，还有一个是蓝光啊，对，蓝光就是一键脱毛的功能，一键脱毛的。负离子的作用是美化毛的作用，蓝光的话是杀菌的作用啊。然后来看一下外包装，我们加了一个电池，不要电池的宝子可以直接要求我们客服把电池拆除。